余文乐网剧《冒险王卫斯理》女配角剧本里只有脱衣两个字。网民王晶是导演妈妈。由余文乐、林家栋以及任达华三位型男主演的《冒险王卫斯理之离人》近日在网上热播。画晒都系王晶出品，女当然少不了。剧中饰演白素的金玉郎湖南虽然有骄人身材，但或者系因为角色、国际刑警关系，所以头几集都见取打扮得非常之密实。而同样拥有导弹身材，近年被封为V神的张秀文 Sammy 在第二集就出现了大解放。剧情讲述饰演卫斯理表妹的张秀文与内地男星叶向明被知离人林家栋捉拿后，因想逃走而受到死亡威胁。家栋一句我便知你身上有无收买武器，张秀文唯有脱去上衣露出粉红色 bra， 短短几秒已非常吸睛。张秀文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该场戏由于是将引发出正邪对决，所以拍摄时颇为紧张，没有空去顾及尴尬这一环。少少尴尬一定有，因为无熟悉的工作人员同环境，但事前都导演以及家栋沟通晒。张秀文有位冒险王是他入行8年较为戏份重的作品，能够参与当中兼与家栋等人合作，除了开心就只有兴奋。不过他透露当初收到剧本时对该语戏的形容就只有竹山两个字，后来再与导演沟通应该出到什么程度。地剧地锁好多次，戏位应该要出现呢。无戏我性感开就无所谓，即戏你都要说服到观众点解会行发生，先说服到自己去拍。自己拍剧经验无算多，但可以用智慧去过滤呢见识会不会好突兀。问到是否因为非大台作品所以不用顾及禁色令，他笑言我无审 Blur 无 Blur 都无太影响，自己日日都要进，所以又不会好大期待。同埋呢一幕重点不在事业上，不过如果大家想地高清版可以去 YTV Super。帮剧集宣传之余又帮到公司卖广告，乐女。